飞也是老干娘的三声大炮啊，他给他的杆子刘勇助助威风。自己刘荣在北京啊，我做了八抬八挂有名的叫我的到南京去换来梁山叫一声我的在北京出相府带来36名大小为我的到南京去换来300的压倒兵我的在北京出相府前方的9声炮到南京只如今没防炮一声我的在北京强盗奸细一百个的到南京一对匹拉分翠宫我的在北京五岁扎的风摆动吓得了王爷后传功到南京上大一把003吓得了王爷四品清哎哎如今落个福建娘的他们唱的真不拿这4个人呐，我全都要还有我的谁呀俺孩那孩啊俺孩唱的好着嘞那一张嘴都是满堂彩耶赶快叫来看看呐、啊、我的小乖乖小宝贝快来乖乖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难怪他娘叫张小英这长相实在难见观众咦你看看找来个这样我说哎我说爷们儿、啊、来来来恁大爷给你弄200块钱叫恁娘领着你去喝胡辣汤去吧奴才奴才你奴才了这是哎你是不是看着二坏讲的太出众了呀是了啊哎200块钱可叫俺大伙走嘞那不能再加50250哎2500哎你也难听二坏唱一句一孩那二孩唱的都真值钱呐值钱着嘞我跟你说孩子乖给他露两嘴嘿嘿中爷那还是啊小年啊这嗓子真像那白灵叫那孩我是要定了要了要了还有我嘞啊还有我还有你呢你哎我跟你说 啊我是男头你是女头常言说一个草上拴不住2头牛哎我现在啥都不缺就缺黑头那我给你弄两句耶你会弄两句耶你听了啊你乖乖殿中间上需要密查房切不可人们的条件保障此一番可算的见识增长清明下也有那苍神虎狼不枉我前毛驴人还流淌查出了老手正手会坦荡虽然鬼棒方孝志苦行下有苦难长在狱中登俗尘若是公状一张状一眼见我还对七香到明日省公案通常办
这中原第一女丑了、啊、你这中原第一女才呀哎，走走走走，哎呀，今天中午到俺家，咱们喝个一醉方休。哇